饱受争议。而且拜托大家，恳求大家，好阿华有一个机会来为咱家庆里来拍拼。多年前在竞选总部成立当天向李明拜票拼连任，他是新北市中和四连霸的嘉庆里里长吴永华，也是这次被爆出向摊贩强讨租金的地主。为什么你还要去购买这九分之一的地，然后再来跟我们收租？见一般人就算了，还是里长，我会觉得说里长应该是要为民服务，应该是要爱我们李明，怎么会去当选了之后来去做这种事情？因为收租问题饱受争议，不过他在里内评价也很两极。你怎么一钱没几乎啊，弄转一刀把人弄转五弄转晒鬼啊，我是盖工啊，盖工能搞不错啊，我们要是打脸书上也能看到吴永华分享贴文，宣传自己积极推动里内事务，不论是社区清消或是环境清扫。除了为里民服务，他也投入义消工作32年，救灾范围横跨各个县市，包含莫拉克风灾及八仙城爆救援行列，都能看到他的身影。吴永华曾获选义消楷模及新北市特优里长肯定，没想到如今却为了租金问题和摊贩杠上，和过去热衷里民服务的形象相比，显得格外讽刺。三十六大台赖清怡新北采访。